就是我现在身后啊有很多奖品，然后厂商说我们来一波大福利送给大家啊，今天让我多送一点，有这个 iPad mini， 有价值10000多块的手机华为保时捷，有苹果，有游戏机，哎呀这么多东西，来赶快扫一下左下角二维码，马上我们来开抽了啊。先来一个什么，先来一个这个多少钱，我靠，哎这个多少钱，我也不知道多少钱啊，价格表，我要一下价格表啊，你们扫一下二维码马上开抽。哟完了，好，先来个小红包吧，完喽完喽，我这边搞红包把自己搞倒的了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搞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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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搞吧，这看这边在搞福利，这怎么搞啊，这崩了呀，还好点的迅捷步伐，这崩了呀，我靠，上来被阴了一波，这把难了，有点难搞，不能打不能打不能，我现在只能依靠着我的多兰之刃吸血和迅捷步伐吸血先吸上来，还好我是凯特琳啊，手长点的迅捷步伐还挺舒服，也没那么爆炸，650码的射程就是舒服，爆头舒服的，这只要不被他拉倒什么都好说，哎呀你干什么呀，小青年啊坏得很，他也就20刀而已，无所谓的，十你还手还手，我靠真的是，你恐怕当我啊被吓到的，不敢打你，我也有治疗的，我掐得很死就是不放，你能怎么样嘛，吸血你闪，有本事闪现过来点我，哎不虚的，爆头怎么说，吸血吸血，哎耗死你，我还有饼干，我点一下就吸一下，点一下就吸一下，我现在不是很注重补刀，先把这个难关挺过去，十啊十啊你十啊，哎治疗掐的死不死嘛，掐的好不好嘛，点他点他抢人头嘛，他就那个，哎呦哈他抢我人头啊，搞得可以，两个人头都是他的，这种凯特琳谁顶得住，完美，鬼高，1200，蝙蝠大剑不够，我们先出这个啊，再来一个攻速，一定要有攻速，一个十字镐的攻击够了。虽然我们在前面被阴了一波打得很惨，但是我们手长650码的射程，加上我们的迅捷步伐，配上我们的智慧，把它打回来了。
补刀有点少，25刀，他27刀，我们发育的差不多，因为他还有一个头，怎么感觉他发育比我好？这机器人是真的很烦的，他拉到我就必死，把我敲一下，这个德莱文伤害又高，平 A 接 E 我就没了，没办法，这把很难打，我补刀少是必然的，只能靠打野。哎呀，点你，站在小兵后面点他没事。这凯特琳拉不到啊，这个机器人拉不到我。来个夹子，换个视野。哎呦，没打中，打中我接个夹子他就完了。我这个夹子就等他那个。等他禁锢住，手长怎么说？650码，绕啊、就绕过布里茨，给个夹子，点他 ADC， 点他，还手，点他 ，Q 他很好，点他。他死了，跑不了，给个夹子，你往后面跑不了的，这个夹子让你走位啊，嚣张，没事，不怕，我夹子很多，不用理他，他没有位移。凯特琳在前期抗压还是很强的，我650的射程你压不住的，你压不了的。只要我打得柔一点啊，不被他抓就行了。但没有好机会，我就不点。就走位走好就行了啊，打他们走位走好就行了。小心，先给夹子，完了。先吃个饼干，原地给个夹子，夹住，吃药。没有双招，跑不了，有点痛，没办法。忘了，先出无尽吧。这个有点尴尬，没法跑，双招没好，随便给一个都跑了，没办法。很好，你懂的，复仇成功，舒服。那个塔皮还是要吃的呀，这塔皮不吃谁忍得住？无所谓，这个波无所谓的。快来呀、啊！快来帮忙，哥们儿！好，很好，完美。OK。德莱文伤害太高了，德莱文在前期伤害太高了，这拉到我双招就没了，而且还差点死了，真的没办法。我终于可以安稳的打点拳了。点死你。我点死你。我点死你。我点死你。爆发不高。但就是手长。走，别跟他打，打不了，不跟他莽。这个英雄在前期太猛，前中后期都很猛，我们封住他就行。
我感觉人头已经到手，小心他舒服，没吃到头，吃个助攻也可以。我觉得我现在回有点不太好。哎呀，完了！好漂亮，这个控制完美哦。就往他这个斧子落点的地方丢控制就可以了啊！没事，夹着换掉他。这能拉到我吗？好烦，卖掉。蓝切了，开奖，看看谁，我好的闲，恭喜你。好，我们先来一个苹果手机，5688，远，不可折现啊，因为这都是实物。你这把你看你再嚣张，我们看到底谁的输出高，来看看谁的输出高。一跑，这个伤害太高了，是有点 太高了，伤太高了，我靠！没视野，拉到就是了，没办法。我要开始进入隐身状态了，隐身发育状态。这不是捞不捞的问题，他这个组合威力太大了，没法跑。来一个手机，苹果手机啊，左下角二维码扫一下，我们。1分钟之后开抽，拉我，我们得呼叫打野。哎，杀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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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发育，杀不了，杀不了，杀不了。我发育。我厉害的是前期和后期，中期不厉害，像现在这个时间段是不行的，他们有可能在草丛里面啊，我得当心。我在大后期会很厉害，你恐怕你飞得开心得很哦，你老是飞我，你到哪飞得到？我走，人有点多，我老是来下路，我靠！哎，这不包他吗？可以搞了个助攻，怎么一直来下路？我靠！这人都不走的吗？来一个手机，我靠，就一直在下路哦。这除了诺手，其他人就一直在下路。
不着急，我先发育啊，我现在这个时间段打人没用，要点很多手也点不动。我到中路发育去了，十分钟以后把他们全部打死。好，舒服。我到中路发育去了，我只要十分钟。赶快偷发育。往下面走。好，隐身一段时间啊，等我三件套，三件套。现在100几到了，可以偷袭一波。不行，他机器人在走了。啊，后面全部都是给我风筝的。别看我现在很弱，那是英雄弱，我也没办法。现在就玩隐身就行啊，看不到我人，看不到我人。他们这波应该要去中了。晚了一点点，助攻没混到。消失。再偷一波。走喽，拜拜。好。更新一下装备啊，来个无尽火炮。现在补刀太少了，但是我们现在优势，他们在下路打了太多次架了，搞得我没装备，没什么补刀。先中路混一混，然后等下路兵线过来再混一混。下去喽，拜拜。他们这波肯定去中了。我这里装备齐全，就跟他们绕开，别想抓我。哎，对不起，这个人故意的，没用，你抓不到我了，一次不可能死了，一次不可能死的。哎，屎，嘿嘿嘿，屎，啊，怎么说嘛，嘿嘿嘿。还想找我啊，对不起，不可以啦。走，马上无敌，感谢戴斯的两个飞机，谢谢。感谢全能王的福袋，谢谢全能王。继续偷发育啊，我无尽已经够了，等我火炮出来。
各位同学赶快扫一下左下角的二维码啊，我们等会儿还有很多福利要送。现在抽的是苹果手机，抽一个拿过来一个。再吃个魔爪蛙。哦，这波下路怎么说？给25块，这不科学，应该给250。我现在隐身啊，啊，我现在隐身啊，疯狂偷发育。很舒服。再吃一包大娘。2300块，十甲虫，所到之处寸草不生。走了，再去中路。补刀马上追上来，怎么叫混怎么讲？这个叫偷发育，好吧？三个字给你解释一下，叫偷发育。好，2700，超级肥。现在团战，他们就知道什么叫做凯特琳了，机关枪，点死他，650的射程。这个诺手他再肉，他也撑不住我的这个平 A。现在40的暴击，现在点他们跟点瓜皮一样。你看看这攻击多高啊，这攻速多快啊，啊，只要我，你想干什么嘛，你再送送死，好，来走你走你走你，飞我，对了，来飞我，没事，飞我飞我，飞我，飞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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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夹着点你，夹着点你，怎么说嘛，点你点你，和平使者非我，哎呀，浪费旗杆，一个个知道现在凯特琳的威力了吧。好，拆塔拆塔，舒服舒服，你切任你切，哦，随便你怎么切，火炮已经够了，我们再来个幻影之舞，完美，大鸟，感觉自己有点膨胀，这身装备真的，请允许我的膨胀。请原谅我的膨胀，太猛了！现在反对，我靠，这些人，哎呀，我装备起来了，我准备回家再来一个装备。
投降了，正当我起飞的时候，他们投降了，这些人。